后的金钥匙要奋起直追。我呸！掉你中！乌鸦，二十多年前住同一个房间，二十多年后你跟他同台。一定为你拼了四次、三次是遇到他的。这是善缘还是孽缘？飙高音的时候，真的是有一点是林迪安的感觉。又是硬碰硬的对决，歌曲作曲态度，凭你们两个真是最难的，很纠结。一山能否藏二虎？星期六晚8:30 ，Astro AEC AEC HD。